儿时的零食各不相同，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我先给你提个醒，我觉得你肯定吃过，这个一粒一粒的，一粒六元六元的。振华老师小时候最羡慕的差事是何职位，竟让观察员大吃一惊。一进入冬天开始要生火取暖了，有一个同学是最幸福的，肥差啊，肥差啊。不要走开，今天的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健康饮食服从口入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振华。首先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，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。振华老师你好。铁峰老师好。铁峰，临床医学毕业，中医养生营养师，国家一级播音员，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。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。哎呀，铁峰老师啊，昨天您不是建议大家去药房看看这个纳豆、红曲、原花青素的外源补充剂吗？对，大家都非常听话，好多朋友都去看了。看完以后啊，这问题就来了啊。什么问题？先不说你讲的那个质量啊、含量那些专业的事儿啊，就一个事儿啊，就把大家给难住了，价格，钱的事儿。药房里的纳豆激酶啊，400元打底儿，600呀、800呀，也是各不相同啊。没看到红曲的这个价格相对还能便宜一点，260的啊，300多的啊。原花青素是400-500的也有，700-800的也有。大家说这可怎么选呢？是吧？铁峰老师，这咱先不说质量啊，就说这价格，你帮大伙算算账吧。哎呀，就关于价格这个事儿，其实我早就按照大家的这个思维啊，去药房打听过好东西，最低的价格按一个月的基础用量算。莫凡你算着点啊。哎呦，我难为我。纳豆400，纳豆400，原花青素400，红曲260，1060。哎，还真行啊，今天啊。哎呀，还好还好。哎呀，这还是按照观众反馈回来的药房里最低的价格算的。对，这要是三样都吃了的话，这一个月就要1000多块，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啊。对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说了，说老铁您推荐的这个纳豆、红曲啊、原花青素对心脑是好，但是这三样要是都吃的话，一般老百姓可真是承受不起。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？但这几天我也确实没闲着啊，我在考察纳豆啊、红曲啊、原花青素各个生产厂家。但毕竟这是三样啊。三样就是三盒，三个包装。你都得单独接触、单独了解。你想把这三样都给大家找齐了，完了价格还都那么统一，都那么满意，你们不觉得这是在难为我吗？对不对？很难的啊。但是我也在为大家努力，争取把这三样都找齐。能找齐当然好了，找不齐能给大家解决个一样两样，大家也理解，行不行？凑齐这三样东西，看来这确实是有难度。那保证价格的前提下难。您先打听着，我们大伙儿也都等您的消息。行，那今天您要给我们讲点什么呢？讲点什么？哎，今天讲这个食材之前呢，我有问题，我想先问问这个莫凡和小南啊，你们小时候都吃什么零食？哎呀呵，那多这个在行啊，多了啊，干脆面，山楂片，果丹皮，弹性巧克力，巧克力瓦夫，这说太多了。像我们小姑娘小时候吃什么果冻啊、酸奶，薯条，锅吧，一直说不完，太多了。一个小时，那说一小时。振华哥，你小时候吃什么零食？我那个零食，那就是不值一提了。我现在一说零食，零食，啥叫零食？我吃完饭时候有吗？我现在给你提个醒，我觉得你肯定吃过，这个一粒一粒的，一粒六元六元的，六元六元的，咱们这个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小时候也就吃过这唯一的这么一种，是不是？黄豆，哎呀，一个黄豆我弄这么齐，我还以为啥呢？都有仪式了，弄的。你看他们还真就猜不着。那个时候能让我们回忆的，可不就是黄豆吗？没错。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讲，特别是生活在北方农村的朋友们，
对于黄豆的感情应该是很深的。对，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在农村嘛，因为冬天学校它得烧火呀，生炉啊，它得取暖。对，那时候没有煤，我们农村那个学校，乡里的学校没有煤。对，哪有钱买煤呀？就是我们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，就是一到秋天了，庄稼收下收完了之后，收割之后，对，我们这些学生要到地里去，把那个，比方说种豆子吧，叫把我们这北方叫豆炸子，就是那个植物的那个杆儿，根茎，哎，就浇上来了。当时在这些就是取暖的这个燃料了。但是一进入冬天，开始要生火取暖了。有一个同学是最幸福的。肥差啊，就是那时候选班长啊，选学习委员，都没有选这个积极。对，什么职位？就是这个生火的、点炉子的这个同学。生炉子？生火的还得抢着去。因为什么呢？这好事，这里头有玄机，因为行业秘密啊，你要负责生火，因为那个时候学校没有取暖设备的，就是中间一个铸铁的。立式的这么一个炉子，放在那个时候一个教室里是四组嘛，四排，放在中间最中间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学生就挨着他，就负责这个生这炉子，往里续柴火，点火。这也不是啥好活，咋还抢着干呢？哎呀，你听说，你听着，就是因为。豆的这个根茎，和这个植物的这个上面杆儿，有这个残余的豆荚，对，残余的豆荚里边有豆子，对，豆子，所以说他一边烧火，一看有豆荚，这就好东西了，厉害，撞兜里，哎，撞兜里了，这确实是年代的差距。咱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你看那你讲，我心里想想念念，哎呀，当时给我们羡慕的，在他看来一脸的不屑，就这点事儿，真不夸张，那个时候对粮食的珍惜到什么程度啊？咱别说黄豆，黄豆也是经济作物嘛。往灶坑里填这种，植物的残渣啊，要是发现上面还带着粮食，假如说就这个豆盖子上面哈，我们要发现有一颗豆子，塞灶膛里头都着火了，伸手进去就给掏出来。哎呀呵，知道吗？那手上燎的泡，燎出泡来也得把它掏出来。哎呀呵，这是。今天你们真是理解不了，理解不了，但那时候真那样啊。是，对，为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可能都不信。有种田鼠啊，耗子，在这个田里边。我们东北管这种鼠叫豆鼠子。豆鼠子，对。豆鼠子。这个豆鼠子，它就偷粮食。就是尤其为什么叫豆鼠子呢？豆子里多。然后啊。它这个动物非常讲究，它有入口有出口啊，而且这个还都不是一个，好几个居室呢，哎，大房子，脚鼠三窟，有卫生间，还有储藏室，对啊，然后他把那个豆子偷回去，他放在这个储藏室里，那个时候他储藏完了，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去了，收粮食去，明白吗？咱就给他找着洞口就开始刨，把他那粮仓找出来，把老鼠藏起来那粮食起出来，拿回家给人吃。哎呦我天，抓豆鼠子，为啥？不是为了玩那豆鼠子，要他那粮食。哎，那时候弄点黄豆你们都怎么吃啊？上交啊还是自己？这个大部分还是得交给家，上交，对吧？要不你兜里有一把豆子，你来历不明啊，那父母就会训斥你，用笤帚嘎子训斥你。要赶上偶尔的啊，有那种蹦爆米花的，哎呀，那要是下来得几个人凑，一个人凑不够，凑不了那些，得好几个人凑这点豆子，然后，哎呀，那棒啊，一起那豆子，酥脆。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，观众朋友们，莫凡小南，我一生当中到现在半辈子了，我就吃过一次，用黄豆崩的爆米花，而且就那一小捏儿，就那一小捏儿，我现在我真想吃，哎，找不着了，是，我听我都没听说过黄豆崩爆米花，用黄豆崩的爆米花老好吃了，对，那要再放点糖精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呀呀呀呀，没口水下来了。
不是，哎呀，特别珍贵，这都得偷摸弄点儿，这必须偷摸，大要不大人发现还了得。哎，那二位老师，除了说这个偷摸的这个蹦豆子吃哈，那正常情况下哈，咱就光明正大的，对，家里吃，家里怎么吃啊？这个，你那时候怎么吃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炒盐豆呗，炒盐豆，那时候还能拿油炸呀？那不可能，哪有那些油啊，舍不得呀，就炒盐豆，对，拿大铁锅加点盐，咔咔的炒呗，不放油不香啊，关键呢。哪有油啊，哪有油啊，就这就老香了，对，嘎嘣嘣咸滋滋的，一咬喷香，啊，对，就饭特别下饭，对，不是你不要以为说是就下饭的时候就像弄一盘儿，就是那一碗苞米粥里头就几粒儿，但那个豆得特别特别咸啊，那就咸菜纯就就饭吃的，这么一吃就这么一碗饭。就是我们就是苞米粥嘛，苞米面粥，就或者那个苞米碴子粥，里头就那么，最多有十粒儿，这个味儿。就这个年纪啊，就振华老师这个年纪往上的人，为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那么多？跟那个年代吃了太多的盐都是有关系的。对，真咸呐！对，岂止是咸呐，那是相当咸。这一把豆子够一家人吃好几顿的啊！我后来。总问我奶，我说我们家那盐不要钱呐，放那么多。后来现在明白，盐多便宜，豆儿贵，而且盐放多了，它会控制你的进食速度。吃不快，你就得慢慢吃。哎，没办法。哎呀，但是我奶没想到的是啊，在我这儿这盐豆子是省下了。大饼子可废了。过去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叫家胜万贯，不可盐豆下饭。这盐豆一吃起来就管不住嘴啊，就都能把家里吃穷了。我跟你说，省菜，废主食，废主食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您有哪些关于黄豆的回忆，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添加栏目微信与我们分享。小小黄豆本事多，护心脑养肠胃，方方面面它都行。黄豆头一个功效就是通便，润肠通便，助消化。今天的营养菜不一般，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？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。这黄豆啊，功效可不少啊，黄豆头一个功效就是通便，润肠通便，助消化，这个我相信常吃豆子人有体会啊，吃完豆子啊，是不是砰烫啊，叮当还有味儿，吃完黄豆之后啊，它会加剧肠道蠕动，促进胃肠消化，然后它产气嘛，哎，这排气现象啊，但这是你消化功能好。如果遇到这个人消化功能不好，腹胀便秘不消化，吃饭没胃口，哎，你这个时候吃豆子比你吃那个什么消食片强，是吧？它没有副作用啊，对不对？而且黄豆里含有非常丰富的大豆异黄酮和卵磷脂，大豆异黄酮啊可以延缓衰老啊，它可以辅助我们降血脂，除掉血管壁上的坏胆固醇，能够防止血管的硬化，你这对心脑血管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？好东西。铁锋老师啊，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哈，那今天这营养菜咱们做点啥呢？炒黄豆。那我不能，肯定是要说黄豆，行不行？说黄豆那就做黄豆，但是这个菜我不能按照孟凡说的那样简简单单炒一炒，这个菜一定要把它做得高大上。厉害！要铁锋老师嘴里要这么说的话，今天这个菜肯定是非同一般的。我给大家说个真事儿啊，就是我是学西医临床专业，老师给讲的。老师村里有个邻居姓周，家里条件特别不好。那人呐，就是很明显的营养不良的表现。用你们形容话讲，跟那个村口那立那个线杆似的，麻杆似的，他没啥油水，然后吧，
其他营养肯定也缺乏，所谓的没油水就是各种营养素不均衡缺乏。嗯，然后呢，他这个姓周的叫周叔呗哈，哎周叔，然后觉得浑身没劲儿，脸色也发黄，闻到油腥味就恶心。哎呦，一个村住着吗？啊，那个我老师岁数很大了，啊，那个然后这个周叔啊就到老师家里，哎，就这那进屋那劲儿，那就感觉就是。就那头便拜那个心，知道吗？求生的欲望。求生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他就是瘦，脸蜡黄，啊，吃点油腥那东西，闻着味儿他就恶心，对吧？我们说这是肝有问题了，肝有问题人他不光他自己看上去这些难受，浑身上下哪都难受，他自己有多难受他自己知道，而且在那个条件下，一旦有着这类病的人，一般下场都不好，他怕呀，所以到那个我们老师家的时候就说这个反应。我老师懂了，一看，不是你想那样，你这不是肝病啊，你这就是营养不良，营养不良，蛋白质缺乏，大家记住，人身体里最主要的三大营养元素，蛋白质排第一啊，知道吗？他为什么闻到油腥味儿他会恶心呢？不是因为肝脏怎么样了，而是他自己太长时间没有接触到油水了，那油水是啥？跟脂肪有关系。对，蛋白质一缺，脂肪一缺，三大营养素，没有脂肪，没有蛋白质，身体有反应。那怎么办呢？铁门老师当时那个情况，这个吃啥油水都吃不了，那还怎么补充营养啊？这个时候，这个学专业的人，他就起作用了，有知识的人有作用了，他也不可能改善他经济条件呢。对，吃啥呀？对，吃黄豆。就是我下面要给大家做的这个做法啊，这是什么呀？香焖黄豆。香焖黄豆。香焖。这我都头一次听说。头回吧，因为没人这么做，记住啊。因为那个周叔啊，他是吃不了油腥的这个食物的，他没有这些东西，他吸收不了蛋白质啊。吃黄豆，黄豆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啊。黄豆叫什么？豆中之王啊，田中之肉啊。这都是黄豆的外号啊。黄豆里含有的蛋白质含量极高，而且黄豆的蛋白质是所有食物当中和动物蛋白最接近的。哦，这个黄豆确实是不一般啊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做吧，焖上吧。我把我老师当时那个做法哈稍作改良，毕竟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不能按照那个年代的要求去做了啊，咱也得保证色香味俱全，营养功能全面。咱们呢现在就边做边说。食材已经准备好了，已经泡好的。
朋友，如果你想收藏这道香焖黄豆的具体做法，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，添加栏目微信，输入黄豆两个字，就可以收到图文菜谱。大家稍作休息，稍后我们看看今天观众朋友都发来了哪些微信问题。心慌心悸怎么办？到底应该吃点啥？他这种情况你得注意了，注意他是什么啊？就是人一定要有自己提前健康预防意识。含饴弄孙是老年人最幸福的事，保证身体健康是前提。你身体要是不好了，你怎么可能陪着孩子？那追不上。对喽，你说追不上。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。我这有位微友啊，名字叫鸳鸯蝴蝶。嗯，这名好。嗯，他说、昨天听有卖这个纳豆激酶的，他去看了，说有胶囊，有粉，说各种各样厂家都有，不过价钱呢都不便宜。问铁峰老师说，您认识人多，能不能帮找找？说自己动脉硬化好几年了，平时出门不太多，一是浑身没劲儿，不愿意动；再有一个什么呢，就是不敢往太远的地方走。走多点路吧，这胸口啊就像揣一个兔子似的乱跳，有时候还迷糊，就是麻烦铁峰老师想想办法。动脉硬化是现代人心脑血管功能异常首要因素。你像鸳鸯蝴蝶哈，他这种情况你得注意了，注意他是什么啊？就是人一定要有自己提前健康预防意识。为什么？不要到老了给儿女找麻烦。因为动脉硬化的人到了七八十岁，功能特别差的时候，有可能失去一部分生活自理能力。那个时候就在给儿女找麻烦，知道吗？提前预防用什么呢？用纳豆激酶可以不可以？我还在为大家找，不光您有这种要求，有这种要求的人特别多，只不过说的方法不一样而已。产品挺多，水挺深，我且得挑一阵子呢。再有一个，我其实就是对这个鸳鸯蝴蝶他提出的问题啊，我感触的就是什么呢？健康一定要做好提前准备工作，要有预防的意识。健康是一种投入，投入的是什么？不是钱。当然肯定要花钱。但最主要的不是钱，是时间。我们每天都给大家做早报。这个早报通过微信推送什么营养菜啊，相关的健康知识啊，相关的健康新闻呐、对吧？反正跟大家关注的内容都是相关联的。三分治，七分养，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强大的健康管理意识非常重要。哎，我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啊，有一位朋友叫婉君，他是这样说的，说铁峰老师，啥时候你直播把振华老师也给带上啊？说每次看节目的时候哈，都是二位老师在一起的，这直播的时候就剩铁峰老师自己了，有点不适应呢。你说看节目能学做这个营养菜，看直播呀还能学习知识，还能帮我们找到品质高又便宜的产品，说这样的节目真是太好了。这个提议很好。其实这事儿我们考虑过啊，而且做了相应的准备，别着急啊。真是，振华老师平时挺忙的，但我们节目的宗旨是什么呢？带着大家吃出营养，吃出健康。只要大家有需要，我们老哥俩就上，就是帮大家找，当然不是。这个直播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什么？我们是用个人休息时间做的。振华老师是相声作家，平时还得写作。有这个各地区的那个节目的制作，还有研究。他不可能不带我玩了。不，我说振华老师他不可能像我那样天天到点就去直播去。这是实话。对，他不可能那样啊。所以说隔三差五的来没有问题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个微有名叫大马猴，像你似的。说他之前说买那个原花青素啊，觉得挺好。跟老伴儿吃两三年了。天天看着小孙子啊，上蹿下跳的，那都得跟上啊。这挺不错，就是价格有点贵。老两口一个月600来块钱。说铁峰老师，路子广，统一口径嘛，这是。这一定能找到便宜的这个原花青素。你看，人家带孩子，其实啊叫弄孙之乐。对不对？
我也希望能那样。那我那儿子现在他可能还得等几年，他得等几年，我得等几年。等我到了那个年纪的时候，你身体要是不好了，你怎么可能陪着孩子？那追不上。对喽，你说追不上，经常在超市里看到一个小孩给前面呜跑，后尾老太太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开车道上一进小区了，你要看见附近有一小孩，只要一冒头，赶紧减速。你等着看，一会儿指定窜出一老太太来。没错，没错。你身体不好，你弄什么孙子啊？哪有乐呀？不给儿女找麻烦就不错嘛。这事儿如果反过来，你的儿女一边抱着一个孩子，这边的孩子颤巍给你端粥，妈你喝点，你搁床上躺，哎不用了，这哪有乐呀？健康，健康不仅仅让自己好受，还要让家人们好受，这样才行啊。至于您说的这些东西啊，什么原花青素，它是叫原花青素是不是？前面那是叫什么纳豆激酶是不是？哎，还有个红曲是不是？红曲今儿怎么没人提呢？没人提。哎，我一个羊是赶，两羊也是放啊。我找一个也是找，找仨我不也是找吗？对。但是大家你别着急。这个纳豆也好，原花青素也好，红曲也好，我必须要挑什么？还是那个原则。首先，品质要好的。我要想对付，找便宜的。刚才我讲了。满市场售价19块钱，我找厂家3块钱我就给要了。你信不信？哎呀，非常容易。铁峰老师，这个纳豆啊、红曲啊、原花青素啊，这三样保护心脑的好东西，您既然推荐给大家了，那您就得对大家负责。哎，得抓紧时间帮大家找。是吧？您看这都是咨询这些问题的。对，您可别不当回事儿。全扑面而来了。您这评语太重了，我没不当回事儿，我当回事儿了。但是把这三样找齐不容易。关键是又得好，还得便宜。大家要说不用好的，就是便宜的，我马上能给你找出来。这一定得给我点时间，又好又全又便宜。行行行，您就是找不全这三样，您找一样，找两样，只要是质量好、价格优的也行，对是吧？咱大家省点就是点，我一定尽力，好不好？